他从谁开始？那个唱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要不然你唱一首歌啦。可是不是你。这里。不行，太健康。你不要叫伊，你来大方哦，一定要身体健康。这里，这里。身体健康上好啊，我不要讲大意。没事，阿无你讲英语啦，我跟你讲英语啦。这里静静的，当头着。是谁叫？医生。刚刚说的嘛。刚刚说的。无要紧，继续我开，我去，你等就知。好好。继续，你开。伊讲了无啊？然后爸跟妈妈希望你们可以每天都很开心，然后因为你们很辛苦，希望回家可以很开心。然后李杰跟李志，希望你们岩石机电可以每天都赚很多钱，很开心。然后我会很努力的帮你们报那个那叫什么？就是统编，对，我会努力帮你报统编，我买鞋子也报统编，没有没有，他是换新统编，你知道吗？哎有，我报多也是报统编，不要乱花钱，对，然后还有三十五，三十五快娶老婆啊哈！好，那个第四个是谁？小叔啊，好，小叔，好，红包还回来。小叔叔跟小婶婶，希望你可以赶快决定一个宝宝，然后男的是女的是你决定的哦，不是婶婶，生出来不是男的不是他的错。嗯，谢谢，是我们老师的教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是阿宅姐，希望你可以赚很多钱，谢谢，身体健康。OK。你不叫他已经娶一个老婆，那不可能了。黑妹，老婆那不可能。好，紧娶一个婆。你不要去介绍你。然后，怎么不可能呢？叔叔祝你生意兴隆。谢。然后还有哥。干嘛？你不要祝我，我会怕啊。我不知道祝你什么没关系。祝你不要欺负我。没有啊，祝他长高好了啦。祝你不要这么小屁孩。我的兄弟姐妹。祝他长高变白。明白。没有，然后姐姐希望你在台北可以过得很开心，我很快就会来，你懂我。然后，黄焕宇，人类，哦这里，希望你可以赶快直升，直升之后我们就可以悠哉的，我们就能去玩，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我不会环岛，你要环岛自己去。啊，哎，你们知道我要。你自己骑脚踏车，我不会去。然后现在希望你可以认真在学业上面。对。然后 mini 也是。Hello。然后还有谁？你啊。我不用啊。长高一点啦。大家怕没有父母很可怕哎。然后还有谁？我知道。哎哎哎，我们那不是啊。哎，哥子哎。谁在勾我了？希望你明年更可爱哈。阿弟把糖果收好。啊，阿弟，希望你。多买几条牛，阿弟，阿弟，希望你变成印尼女王。希望你要直接考上好大学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欢迎你，是什么？李李李李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在这里过考场。他很来。